气慢慢回到原位，可以连续这样子做。做的时候你肩膀都不要动，全身要放松，配合你的呼吸，这样就可以强化你的肩颈的筋。我们再做一次，向左倒，慢慢吸气起来，再向右倒。做这个动作可以慢一点，千万不要急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360度转环，头自然下垂，慢慢吸气，一面吸气，头一面往左转，往后抬高，然后慢慢吐气，头自然的下垂，再回到原位。吸气，呼气，在吸气的时候，脖子尽量拉长，但是肩膀不要动。吐气，放轻松，感觉到你的脖子左右边不断的被拉紧，又放松。做了几次之后，你可以反方向再做。吸气上来，这个时候你感觉脖子的左边是拉紧的，然后往后仰，脖子尽量伸长，再慢慢吐气，右边的脖子是被拉紧的，然后慢慢放松。我们再连续做3次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休息一下。开合手，强化肩关节非常有效的运动。做的时候全身放松，两脚张开与肩同宽，膝盖微微弯曲，两手平举与肩同高，然后两只手往后往外张到极限的时候，慢慢肩膀下沉，肩膀再用力使力，含胸把手推出去，两只手完全不要用力，靠着肩膀的力气来指挥两只手向前向后活动。我们示范一下，往后，肩膀往前推，有点含胸，手往后往前推，含胸。我们再做3次，往前推，手往后，肩膀下沉，往前推，肩膀下沉，往前推，回复原位，休息一下。上下扇扇，这是强化肩关节、预防有时间的运动。做的时候，我们平躺在床，两手向两侧伸展，然后弯曲指尖，尽量靠近身体，往上、往下。我们靠的是肩关节的使力，使得手上下扇扇，
这个时候我们肩关节往下贴，吸气往下贴，把手带上来，慢慢放松，吐气，肩膀这个位置往上提，把手由上往下带下来，然后我们就连续这样的动作。做的时候记得把你的意念完全放在肩关节，是肩膀、肩胛骨在用力、在使力，带动两只手上下做三散的动作，两只手是完全不用力的，这样子才能够运动到肩关节，强化我们的肩关节。我继续示范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就这样子连续做，然后回复到原来的很轻松的姿势。左右伸展，这是一个锻炼肩关节的运动。做的时候，两只手向左右平举，尽量将手掌直立，然后意念放在肩关节，吸气，然后慢慢的肩关节尽量拉开，把手往外伸展，然后放松回到原位。在做的时候往外伸展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，你都会感觉到整个腰胯骨是紧的，然后慢慢再放松，我们连续做三次，紧松紧松。在这样一紧一松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肩关节、我们的背、我们的骨盆都可以得到强化的效果。然后放松，休息一下。扭腰快步走可以让你拥有纤细的扭腰。做的时候，我们让我们的腰在原地，你先这样练习，让我们的腰左转右转，左扭右扭，熟练一点的时候，你可以在原地这样子扭，你也可以一面走一面跑这样子扭。你爱走多久，爱扭多久都可以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向上伸展可以疏通我们前面九条经络，对五脏六腑的帮助很好。轻松的站立，两只手向上，十指相扣，然后翻展，一面吸气，身体一面往上提，提到极限，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再慢慢放松，再来一次，让我们的手尽量的贴近我们的耳朵。你也可以垫着脚尖做这样的动作。连膀胱中间腿部都可以拉到，
放松，再一次，身体尽量拉直，肩关节尽量拉开，放松。你也可以这样垫着脚尖，这样拉开一面走。重点就是要把身体尽量的向上伸展，但是全身却是要放轻松的。累的时候，我们就休息一下。伸腿俯身，这是强化腰背、伸展膀胱经筋、预防腰酸背痛的运动。我们很轻松地坐在床上，伸直两只腿，然后吸气缩腹，把身体尽量地挺高，然后往前尽你所能的俯身。到了极限之后呢，你就停留片刻，再吸气，慢慢地回到原来的位置。你可以尽你所能的将身体下弯到极限，停留片刻，再慢慢地放松，回到直立的位置。我连续示范三次，一、起来，二、起来，吸气，起来，你来我往，强化骨盆腔的运动。轻松的站立，两只手搭在腰上，用力将胯骨往上顶，但是你的身体不要倾斜，脚也不要弯曲，将胯骨顶到极限，慢慢放下来，再将左胯骨顶到极限。再慢慢放下来，这样子左右交替的做。连续的做，累了，我们就休息一下。对空踢腿，这是强化膝关节、预防膝关节老化退化的运动。做的时候，我们平躺在床，双脚弯曲，然后腹部使力，吸气的时候腹部使力，瞬间将脚踢出去，之后自然的放松，让它下来。这个动作连续之后，就这样子轻松的踢上去，然后就放松下来，连续的踢，踢累了之后呢，就把脚放下来，平躺在床休息一会儿。青蛙跪坐，我们很自然的、轻松的跪在床上，然后向前俯身，轻轻松松的趴着，然后一面吸气，一面
手向前伸展，直到把肩关节尽量的拉开到极限。这时候臀部仍然不要离开脚跟，越往前伸展越好。停留一会儿之后，再将你的两只脚往外尽量扩伸，尽量你的臀部要贴着脚跟，让你的脸胸尽量都贴近床面，然后再起身。回复原位。蜥蜴爬行，这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，可以让你全身的关节、筋骨、肌肉都得到强化。做的时候呢，我们趴在床上，然后身体往这边扭，再往这边扭。慢慢的练熟悉的时候，你可以把速度慢慢加快，随着你个人喜欢的，你可以练多久都可以，但是不要练到太疲惫了。之后呢，我们就回到原位休息一下，再慢慢起身起来。持续的运动是拥有健康的不二法门，循序渐进的锻炼排毒气功操，你必然能拥有健康。